新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新主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，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。姑坐得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姑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姑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琴，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，是你们背离，让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，所以来吧。叶鼎之，现在回头还是正道？屁的正道！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就是守卫古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就能重新盖起来。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如今这么强大，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四境之外，看如今神通应该是鬼仙境。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官无形，散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，某种意义上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，所以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